在我汉室关没有仇恨，不管胡汉来了就是一家人。大祸单于派两万精兵将我们围入城中，他这样逃出来必将波及汉室关，将对我们兄妹是救命之恩。他会害死的，要是交出你小子，死的人更多。这胡九给你送行，你一定要杀出重围，救援兵。我汉室关没有一个是怂货。有我刘琦的一天，我就要保汉室关的安全。